你来的犯是啥？证件。专证件呢？你看这样子吗？专。警方接到检举要来开违停罚单，车主是找到了，但旁边的妇人大过年的情绪却很激动。我再跟你讲最后一次哦，好好不要再用情绪解了，我只有注意这个人啊，过年没必要。用上狮吼功，在门口大声咆哮，要路过的民众频频礼。但他没说的是，这辆轿车除了违停之外，还用塑胶板挡住车牌。在这种情绪性字眼，我就把你保护管束带回去。好，行不行？把它摊出来。事发在11号大年初二，新北市中和一间茶行前面，违停的就是老板自己的车，遭人检举。当时警方只打算开600元的罚单，怎知妇人情绪激动，还和员警吵架。一时的激动啊。他是比较暴躁的而已啦，跟警察也没辙啊，有人就是说打电话去警察局说违规停车，叫他们过来看。不会，我们不会怎样，我们只是希望他安静，因为毕竟大家都有情绪啊，我们也不。大过年的可别一直造口业，远景拿出高 EQ 应对，没打算和对方吵，毕竟年节期间出来执勤，可不想为了这种事坏了心情。 TVB 讯黄金广爱新闻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